Yeah， 父母出门啦！哦，邻居家大人好像也要出去啊，所以隔壁的小孩也会来玩的 ，Yeah！ 所以呢，在等隔壁小孩来之前呢，我们找到一本书说可以召唤小丑的，我们马上来实行吧！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。我们身为一个小屁孩呢，父母在家的时候，当然是要玩一些类似碟仙啊、笔仙啊、钱仙啊之类的嘛，召唤鬼怪那些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召唤小丑啦！真正的恐怖游戏来喽！这个吗？钥匙、日记 ，OK。要怎么召唤小丑呢？首先你需要准备蜡烛、火柴、小丑的卡片。他说需要找到一个黑暗的房间，地下室是最好的。好，我们马上来实行吧。是蝙蝠侠的小丑吗？OK。小孩子一个人在家就是要爽歪歪的啦。地下室在哪里呀？我家好大哦！哇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卡牌。耶、yeah, ，拿到了小丑卡牌，我们家好大哦，还有一栋别的房子的呢。哇哦，有钱人，就是火柴，哦，这个吧，蜡烛。耶、yeah, ，去地下室，我刚刚在那边有看到地下室，哎，哦，在这边，哦，国外的家就是有地下室的、啊，来哦。OK OK， 首先需要把这个蜡烛立起来，然后要点火是吧？哎咻。好，然后把卡牌烧掉是吧？然后不用念咒语的吗？这样直接烧就可以了。卡牌啊，卡牌出来吧！ Start a show for me, Joker. Come here, start a show for me, Joker. Come here, start a show for me. 小丑出来吧！哦，小心小心！也许我应该停止，然后上床睡觉。诶，刚刚有一个打雷声吓到我了哦。才烧一张牌而已，又不会怎么样的。下次我要烧王后的，我要去拿王后的牌来烧。好啦，回去睡觉啦，没事情，没事情。哎 ，What？ Where is this from？ 这个是从哪里来的？哎，这是什么？针可以戳破。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小丑脱尸了，哎，被小丑捡尸了。小丑把我关在地下室干嘛？哎，在节目开始之前的五个小时哦，还有五个小时节目就开始了。哦，所以小丑把我们关在这边，那五个小时过后，他把我们身体拿去做节目啊，我们需要想办法离开这里。好，跟恐怖阿妈一样啊，就是想办法逃脱了啊，开始吧。这边有路。石头，石头可以丢人哦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拿多点。这边可以出去。这边是哪里啊？这边。我要去告诉邻居家报警啊！哦，不能离开。那就只能。那什么声音？没有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声音。OK， 我们需要想办法离开这里，就需要大门的钥匙吧。大门在这边嘛。嗯，所以我需要想办法拿大门的钥匙。好，孙子他在哪里的 ？Hello。啊！小丑，小丑！哎，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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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窗 ！Let me out！ 哎，你进来我就丢你，你进来我就丢你。哈！剩四个小时了，被关在奇怪的地方了。哎，哎咻，这边哦，破窗，好，出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首要目标就是探索这整个房子，找看一下哪里有东西，比如说这边有水，我们需要抽干这边的水吧，所以需要水桶。那么水桶的话呢？绳子绑着，所以我需要拿刀，好，剪刀。要笑，哈哈，笑什么笑？啊，什么东西？有陷阱，有陷阱！哎呀，嘎嘎，你的头啊，嘎嘎嘎嘎嘎嘎嘎，剩三个小时了。这个门，这个房间是进不去的。哎，有树枝挡着，所以我那个门才不能打开的。所以我现在拿石头丢那个树枝。哎咻！
OK， 好，丢掉了。嘿嘿嘿，来啊你来，地下室可以进去。OK， 好，我进来了。刚刚那个木头是锁着这边的门的，对。然后这样我就拿到一根木头了，可以去比较高的地方。好，谢谢。还有什么？锁着，全部东西都锁着。嘿，这边吧，洗衣间吧。我可以放在这边，啊哈，爬进去，好，拿到一个吸马桶的，然后这边没有东西，然后 ，OK， 这边打开了，这个拿走，好，来到家里这边，哎，去楼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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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啦？哎呦，剩两个小时了，再找看一下。剩下一个小时啦，一直被抓，够了，哪里有到的啦？厨房，厨房怎么没有到的啦？哦，水槽肮脏，我们需要抽掉水，然后就可以看到刀了，早说嘛。好啦，我拿到刀了，我拿到刀了，小手，有刀就可以割这个。这个刀不够尖锐，你奶奶的嘞！算了，你作为我啦，算了啦，我失败了。哎，没有得看表演的吗？没有得看你要对我干什么的吗？啊 ？OK， 好，再一次，我这次知道怎么过了。先推开这边。OK， 从这边出来之后呢？哈哈，是我丢的啦！哈哈。怎么样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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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我啦，是我啦！然后丢这边的木头。OK， 敲到，敲到就是指呢，我们再回去地下室。OK， 再去这个洞，再从这边出来。Hello， 啊哈，门可以开，然后木头拿到，好。然后这边，这边有一个地图哎，地图。地图有标记东西的位置吗？没有呢，很没意义呢。地图啊，地图这边有一个圈圈，就指这个地方是一个空地，所以是要我们挖吗？是要我们找铲子来挖吗？我觉得应该是的。好，这个地图给你先，然后把这个木头呢给丢过来这边，没有破，等一下丢破啊。然后这边里面有啊哈，冲马桶的，很好，拿走。OK， 可以走。这个冲马桶的呢，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就可以排掉这个洗手盆的水，然后这边就会有一把钥匙，不是刀，是钥匙，钥匙，二楼的吧，二楼锁着，我们之前去二楼两扇门都锁着，你看是这边的吗？白痴，我干嘛丢在这边？不是这边的，是这边的。 OK， 二楼这边需要撬棍，很好，没有东西，需要密码，嗯哼，需要钥匙，淋浴间可以淋浴，没有水，好，我们需要放水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等一下，我先撬破先，想办法跳出去。哎，掉出去，哎，东西掉出去了，但是我人还没出去。等下，东西在外面了，你看东西在外面，吸引他出去，丢东西出去吸引他。咦，木头刚刚从这边飞出来的木头、石头，好，我需要找剪刀。我被绞到脚了，好了，不要哭的啦，刀在哪里的啦？这边有一个花瓶，花瓶是可以丢的。有什么？有一把刀耶！ Yeah! 可是这把刀呢是钝的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等它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把刀是钝的，我们需要呢拿石头去磨它。OK， 这样就变成锋利的刀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切掉这个桶子的绳子，切掉就可以拿到桶子了。我们拿桶子之后呢，我们之前看到这边有水嘛。OK， 捞掉这边的水，然后就可以啊开关。OK， 这样我们的淋浴间就有
就有水了，很好。可是淋浴间有水干嘛呢？不知道，同时丢掉。但是我们有刀呢，还记得我们地下室有东西。地下室，这个切掉。啊哈，撬棍，去二楼。来到二楼，撬棍就可以撬开这里了。OK， 里面有什么呢？有。嗯哼。哦，可以来到外面了。哇哦，外面这边有什么鬼呀、啊？有什么鬼？哦，这边破个洞。啊，可以出来了。然后这边又有一条路。OK， 小心，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咦，这不过是小屁孩呀、啊，还敢这样走路？呀呀呀，真是可怕呢！呀 ，OK， 来另外一边，这边、啊、有东西，这是什么？等下撬棍应该不用了，丢掉。这个是铲子把手，铲子把手而已。然后 ，Hello， 小丑 ，Hello， 啊，这边可以过去，我们就需要丢木头。啊哈。这边应该可以敲破，这是什么嘈杂声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望远镜呀、yeah ，我看不到任何东西，有泥土在上面，为什么会有泥土的啦？拿衣服擦一擦，而且在下雨天擦一擦应该可以的啦。这个望远镜是干嘛的？啊，淋浴间应该可以清掉这个污垢。这个铲子我们先丢下去下面，吸引它下去先，然后我们进来这里看一下哦。锁着，这边锁着，冷静哦，这边敲破就可以出去了。开门、啊！吓死我了！你为什么躲在门那边了？你有病啊你！吓尿我了！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要去淋浴间。来到淋浴间这边呢，应该可以开水了吧？可以了，刚刚我们有开动水啊，望远镜好多很多了，然后望远镜933邻居家的电视机写着933，那我知道了，密码是这边933，开了铲子，好，铲子的把手在这边 ，OK， 铲子把手在这边组合起来 ，OK， 得到一个铲子，然后刚刚地图是显示呢，哎，井口在上面嘛，井口在这边，所以应该是这边应该可以挖这边。啊，拿到一个，丢掉铲子，很重的娃娃哟，诅咒娃娃吧，拿刀割它，不行，怎么办？哦，拿火烧，丢进去，可以烧掉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再来接你。等一下，小丑来了，哎呀！OK。哎，你放这么多，给你塞进去，你脑袋有洞哦你。一个地方放两个，神经病，这你家哦。哎，你脚烂了啦，被夹那么多次，你还可以走，很厉害的啦，够了啦。刚刚拿到什么呢？一个剪刀，这边吗？啊哈，那个按钮，丢过去，烂石头，再丢多一次。哎咻 ，OK， 车库打开了，车库里面有什么呢？这什么 ？Padlock， 啊，解锁那个解锁器。上面刚刚上面我们有发现到有东西锁着吗？我们可以用这解锁。换我去楼上。刚刚这边锁着的。哎，不，这不是，不要丢，用。开了，钥匙。两个门嘛，两个锁着的。现在是打开另外一边的钥匙了。怎么样？好，我们去楼上，另外一边。锁着的，看 ，OK， 这边有什么呢？这边 ，Hello， 哦，需要五位数的密码，
五位数的密码。Hello 07734，如果颠倒过来的话，哦 ，OK。所以是07734啊 ，Hello， 颠倒过来就07734，拿到 padlock key， 还有哪里有用？门口的吗？座位是门口的吗？中笔吗？啊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离开！啊哈！丢你嘞！小丑来呀、啊，小丑！嘿嘿！生气吧，白痴小丑！啊，你想跟我逃离的 Joker， 但是呢，你并没有解决问题啊 ！Joker 还是霸占我们家。你看嘛，大人不在家，小孩子就玩召唤什么碟仙啊、笔仙啊，这个呢比较厉害，召唤小丑，而且召唤小丑还不是问题。现在呢，他离开了，小丑霸占他家了，他们以后没有家了，他父母回家也会被小丑杀，是他们只能流浪了。这死小孩呢哦！但是游戏应该还没结束的，我们之后呢要去邻居家报警吧。根据一开始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啦，但是不知道他后面又会不会去报警啦，毕竟他是小屁孩嘛，他说的话有谁会相信呢？但是如果是蝙蝠侠里面的 Joker 的话就更好了，只要拍一张照片放上网络上面的话，会有很多粉丝过来这些家堵住他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 Joker Show 小丑表演呢就到这边结束了啊，暂时在这边告一段落了。这故事呢也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一个人在家的话呢，不要玩什么碟仙、笔仙或者召唤小丑、召唤什么鬼的啊，给我好好在家玩手机、玩电脑，不好吗？不香吗？看我的影片啦。